早安。现在人在柴山登山口，我看到小卷卷了，小卷卷。哎，你好专业哦，你还有带登山杖，是你要用的吗？猫猫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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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没有食物。你忘记我是谁了吗？我是怪叔叔啊。我们一起去爬山，今天要爬什么山？就是为什么我开始喘了？我觉得爬柴山最累的就是前面而已，就是这个连续楼梯比较明显。上一次来是加山的。我们就是大家对我的瓶颈点呢，小宝。你怎么觉得高雄一半人都来这里的感觉？小朋友，我问你们哦，你们知道啊，这个石头它以前是什么吗？是不知道。珊瑚。哎，珊瑚，你真的知道哦？可是珊瑚不是在海里，为什么会在陆地上呢？为什么会变成山？为什么？因为地壳挤压。我们要超车了。我们现在人在这里，有没有？现在位置有没有？在这里。那我们今天要走到哪里，知道吗？我们今天只要走到这里就好了。这样看没有很远啊，有没有？大概二十公分。父母的教育不能等。对呀，我每次都是哥哥。我告诉你，我跟弟弟剪刀石头布也一样，明明是我赢了，然后他也会说他自己赢了，他根本都是在照顾自己，对不对？我妹妹也是这样的。我在喝地上，而且有啾啾啾的声音。你会怕吗？你会怕吗？那叔叔抱你，来抱。好，我们不要理他，不要看他，不要看他，你就直直走。我妈。什么？是种子哎，它很像蒲公英一样。这是棉花树吗？上面还有很多。哎，为什么猴子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不要动。猴子，小猴子，大猴子跟小猴子，它的脸好红哦。好几只都是。不用怕，你靠右，你靠右。哦，小猴子上灯台偷油吃，下不来。小老鼠。哎呀，嘿，小老鼠啦，被纠正了。我老婆好想户外浇水。喜欢户外浇水啊？户外浇水。水。水。你们的动作比看到很可爱，还有刚刚走在悬崖边的感觉。因为你喝的越多，我越轻松。美女，美女，美女，可以给我一个搔首弄姿吗？开始。Go， 靠左走，靠左走，哎，有个扶。好。你走到这里很厉害了，同班同学的爱。你今天很厉害耶，我小时候跟你一样大的时候我上不来。没有等他，没有等他，真是。我们等一下下山叫他。我们会等你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小宝，
我们想不想要自己的妹妹？有自己的妹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参考一下啦。可以吗？我被罗卡弄。因为你在他后面，他有压力。自己保护啊。我有口袋。我们要等彼此哦，我们刚刚约定好的哦。好，我好好好。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。你爱我还是错？好复杂的感情啊！得到道歉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因为对方更不在意。你的手机？哎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，没有啦，你咬咬，你咬咬。吃完很幸福哈，下山有东西吃。